啊，不去想你真不容易。大家喝下，我要喝耶。老王啊，全部他。噔噔噔噔噔。哎，这里是我们今天要住的民宿，我们要在这里过三天两夜。好像真的蛮大的哦。欢迎各位嘉宾莅临。我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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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摧毁所有观众的那个小花，我真的忍你很久。一楼的客厅，子萱我也忍你很久了。来吧，我们先。这边是厨房。那我就是耍废主。然后我们又带了一大堆的食材过来，都在这边。帅哥 ，M 刀，吃碳，不要，我有感觉。很多漫画有教说吃碳可以清洁牙齿，我没有听说这件事情。你们两个要同框是很困难的。你没有看那个漫画？没有。我好像有史人。真的？可是这不是你梦寐以求的吗？我最近看了好多那个原始科技的频道。那我帮你画个战魂，出一些影片，然后出生前啊这样子吗？那你现在可以磨吗？我可以磨你身上。不行，好像我们刚出车站那个战斗机的声音哦、喔。看我牛仔裤有多重。啊！掉下来了。他本来就穿松，还是真的变瘦了。应该是穿松。哇、哦，这超多蚊子！哇操，我天啊，烤肉是吧？工伤。哎、欸，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啊？为美好的烤肉献上祝福。我们把火生完了，来看一下内部组的蒜头。吃肉不配蒜。哎、欸，刚弄完这个，这个手的味道一辈子洗不掉。那你要手洗不掉，还是手要超黑？超黑好了，到晚上这样摸鼻子，我可能要算哎、欸。你去，你是不是不吃番茄、欸？对。你要先拍自己，然后说哇，大家都出来玩，好开心哦、喔。然后转过来看我自己的嘴巴口了。可以，就这样。什么意思？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在那边烤？里面也有他们在准备东西吗？没有，只有我一个人在烤肉，我很伤心。说明明年的流行就是这样子。这个是你要是调过味的，里面还塞了大蒜，等一下大家嘴巴都很臭，怎么样？完蛋了。爽吗？那我要跟你睡不同张床。老板，这个怎么卖？松柏猪哈，刚好拍到老板懦弱的一面。老板，你刚刚是被油滴到了吗？没有，只是被火烧起来。老板，你们火太旺了吧？你们的火也太旺了吧？老板，你在这里烤多久了？大概一个半小时。这间店才开一个半小时，是不是？对。哦。而且前面一个小时只出了两块牛排，而且还烤到全熟。我现在嘴巴里正是那个烤焦的味道。但是你的猪五花，这个是谁说的吗？我啊。为什么你要买猪五花？因为它这个就是要这样烤起来吃。可是我觉得你会把它烤得太熟哎、欸。我觉得它可以咯，其实猪肉有在吃生的吗？不是，它已经全熟了，你再烤下去它就是干到爆啊。可是通常这种五花就是要烤得恰巧的，你上面的皮一定要去的啊。哦、嗯，好吧。松柏猪也是要这样子，也是要烤到这样子，啊，我听到。好热哦。我发现这个晚上有点难对焦你们的脸。嗯，那现在我的脸不重要，
那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哇哦！妈烤牛小白 ，K S K， 这个沙拉偏丰富哦。沙拉拌拌拌拌，要拌拌，快点快点快点，要拌上八里。还是这个会把它夹烂？拌这个在狂吃，拌拌拌。而且它是吃完，然后含一下那个叉子，然后再拌，全部人都要，全部人都要吃到 Fik 的口水。Fik， 你想哭吗？已经好努力，好努力。哎，直接半夜，直接晚上帮我们去买东西。你好棒哦！你带感情的。你这是你个性很好，不是你智商很高。好过分哦！现在看一下目前的菜。然后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是本来就是干吧？这个本来就是肉干哦，它不是我烤的哈。对。但是这个全熟牛肉是我烤的。但是这个猪烤的好吃。啊，这个猪是完美的。好的，好的，赞。要放枪几次？我们现在这游戏是记忆大考验哦，啊，要翻到两张一样的照片才可以继续。好，来，我来喽，我先翻这张，噔噔，这个是，这是变脸，是八毛变小六脸。OK， 那大家自己记得位置哦，然后我来干小六脸八毛还是八毛脸小六啊？你要计时啊！我觉得是这个干炸鸡，这是什么？炸鸡，不是炸鸡。李迅，这是什么？李迅，李迅的。好狼狈哦，头发好茂密哦，回来会老化的，头发好茂盛。啊，来，哎，来，哇！玩的鬼子毛会在哪里？随便了啦。对对，回去。哇，我还知道我那张照片是拿的什么。来，小六，来哦，拿这个双层。看小六，刚我要开一个新的。有啦，我在记。是谁？睡爆大熊。睡爆大熊。喝醉的那一天。你好慈祥。拼一个运气了啊，一定在这里。对对对，超级大冲路，来吧，那个万思想啊。完了，我记不起来了。哎呦，想脸。哈哈哈哈哈哈！八六看哦。啊？哎。我。没出现过啦，没出现过，没错，有很像的，对，有很像苏志祥的。啊！大家得分了，妈妈得分了吗？得分了！你在干嘛？你在干嘛？废物！小六的智商，我想一下，烂死了，感应一下。哎，好漂亮啊！好漂亮！你说的我，漂亮。切，干！哎，谁？谁？我这个有犯过吗？我不知道，我抓下去就我干。忘了，忘记了，他忘了。干这个啦！干好啊！而且这也翻过了。对。
这不是八哥，接下来，有亮啦，碎啦，再翻个，我要开新的牌了。这个应该是这个，这个是新的，这个新的。有两种女性哦，在哪里？我好像记得有两种新转版的女性哦，我也好像记得，我懂，我知道那是是你吗 ？Is that you？ 是他啦。好，哎、欸，其实蛮强的哎、欸。其实你放的，其实放的蛮正确。嗯，其实蛮强的，其实蛮强的。哦，很明显喽。好了，你可以张开眼睛看看。对，我说你要来这里看的、欸。你眉毛请问什么？哎、欸，挑战者摇头了，他感觉不出来这到底是什么。对。他感觉是遇到了非常大的风暴。这个挑战者再度摇头。我觉得超难。对，看怎么每个摸起来都像鼻子啊。对啊，我刚刚也是这样啊。其实他蛮强的哎。好，好了吗？哎，还可以吧？对，哎，我正反都有中哎，好像那个言情小说的那个封面哦。屁呀，修过头的。我那时候想说，你叫我们传照片是要干嘛？原来这样做这个，我还以为是什么旅游补助。对啊，我以为是要办旅游的。用旅游补助不需要照片，还传一张清晰正面照。好干！哎，很干！怎么可能放到那里？这个挑战者是天才吧？干，你怎么放得到的？把手放在那个大拇指，放在那个下巴那边作弊，那边对啊！贱人！难怪我想说，那也太准了吧？干！毫不犹豫放下去耶！他大拇指在那边对，干贱人，贱人，来，看，是哦，这鬼子万会耶！你确定好了吗？你确定了吗？那你可以打下看。烂货！完全他骂每一个队啊！烂货，烂货，来，鬼眼睛还相反了，阿香，来跟我。哎，他自己的鬼之翔，我无敌啊，我无敌啦，这个我强的啦。刚刚说很有自信的人去哪里？你也太会拼了，马屁啦！而且他有掌握到他的脸本来就是歪的，跟屁股有得比哦。我感受到参赛者有点自暴自弃。要怎么弄才可以弄成这样？是在做效果吧？哎、欸，你是超废物哎、欸！我靠！我第一次玩，我第一次玩都没有玩成这样子哎、欸，这是好不容易，很难哎、欸。那个说我会的人呢？那个说我会的那个你呢？好了，好，张开眼睛看一下。哎、欸，还好吧，还可以吧，很像那个。可屁啊！你根本就直接出去。你会剪片吗？我会剪啊。那你要消音哦。好。我。有点像哭眼睛鱼，好像。有没有像？有没有像？如果那个嘴巴是笑嘴的话，就啊，那这样。我觉得我等你剪的超难的，不要吓我！靠，精准，头痛了吗？哦，oh, 我刚刚就是这个，我觉得剪太难了吧？哦、oh. ，鼻子在哪里啊？鼻子不见了。差不多了，好了啊！哈哈哈哈哈！不错，你转过来看，你转过来看，很好笑哎、欸！这是嘴巴吧？这是什么？不是你这个是你是把它当成什么？天眼通，三眼神童邪恶！你怎么每个都这么巨大、啊？这是什么？我调一下位置，有点东西。微调一下，有点偏。你不是摸得到纸吗？我的，你不是摸得到底下那张纸吗？我摸得到，我摸得到。哦，是哦。我摸得到。我摸得到一点吗？好了，就这样。OK， 我的天哪！有点东西，有点东西。不是你怎么每个都这么大块啊？要让你困惑的来了。好。
好，我好了。其实很艺术哎，其实很艺术。而且嘴巴还反的，不是很准啊。哎呦，这个怎么办？这个不是他太大了，重大人中。加油，李青，我相信你可以。这个也有点东西。解放者，这么快就有点东西了，是不是？解放者路，哦，不愧是情侣哈。水。没有。马上淘汰了。怎么解的？很难摸耶。哎呦，哎、欸，有点东西耶，哇塞！哇塞，你们讲这种话的时候都不是，比起前面的来讲已经，哎、欸，想去哪？哎、欸，有像小六哎、欸，小六本人，请问？好方便，他闭眼说，我小心哦。赶紧出去！他们全部人都撤退。哇，寒心。嗯，好，就这样子。请开，请开。其实你方向很正确。哎、欸，眼睛放的很准。早安。早安。我在帮老王顾他的猪夹肉，店家的夹。他上去叫爸爸。走了。出门。浪浪的哎螃蟹喂这叫什么海洋公园对哦这边也有好吃的冰淇淋呢好吃的冰淇淋可以解放我的手我也要去买谢谢你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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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没？他完蛋了，他不是人，他已经是个死人。拜拜。海豚要不怕了？海豚说：“没有你是人，知道了。”拉出来，拉出来，拉出来。好慢，真的好慢。妈妈好笑。你撞个小朋友，撞个小朋友，撞他！抢个小朋友气球，啊，撞个刚出发的，漂亮！哎呦，的确，这样穿越时空从这里掉下来。他真的要去撞小朋友，他真的要去撞小朋友。我们讲讲，他真的要去撞他。哎，如果他再拿气球，我会傻眼哦。你们是抓哪？他真的是撞小朋友。他灯亮了，他去撞回来了。王变成，变成波波，我要变成科学的超电磁炮。我只是想把钱藏进去的。我是亚瑟王家军。那你出去。你感觉只是把三多硬币丢进去而已。对，因为我摸到两块钱。啊哈哈哈哈！等下我要拍。好像哦，好像哦。然后等下我们一转头，后面再排队，以为就是要给人家拍的。还给他钱。好了没？好了没？好了没？好了，快点啊！好像蛮漂亮的啊。对啊。哇，海好美哦。做啊！我现在看，你现在看，而且有一点放晴了，海平面那边。而且这样看 ，Fik 跟老王感觉他们很努力在关心爸爸。对，他们出发前就已经蹲下去了，所以我们在看他们那台车看不到他。你想要多一点，你想要多一点，那你自己弄。是，你找，你那是，你那不是床经理。
你们是要配床精灵的人，床精灵。好，帮我们太阳拳一下。太阳拳是什么？太阳拳，好慢哦，好慢，好慢。太阳拳是这边的，这边，这边。太阳拳，太阳拳，太阳拳。今天是最后一天的中午，我们打算来这边，不知道干嘛，但是就来玩一下，然后就回去了。哦，我看出来了，拿起来一点啊，他眉毛很有那个，还有神，好像有点像，显之馆。十五三，不是，我们有点，我们两个是画面、啊，你们应该都不吃这个吧？